下不压死了吧，压死了。 请您观看车窗，锁好车门。保管好贵重物品。感谢您的配合。这是广西的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结构高空模样建筑。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。这是山西省的票。这是干嘛的？票。 欢迎光临120公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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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奇境，720度全视觉体验悬空寺的惊险与壮观，还可以与徐霞客、李白对话，更加可以观看景区未开放的区域，让您在舒适的环境中体验悬空寺独特的美。游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悬空寺 VR 体验中心重磅来袭，在这里您可以身临其境720度全视觉体验悬空寺的惊险与壮观，还可以与徐霞客、李白对话，更加可以观看景区未开放的区域，让您在舒适的环境中体验悬空寺独特的美。
高。啊，看过了吗？有。啊，警察。
那什么呀？他烧的菜是吧？嗯，那行嘛，那行，没问题。上一家装，不去了，不要装货了，没时间了。转烧了又烧砖，烧也是小。 哎，这些地方都美了，是吧？你拍多了，你拍多了。哦，来，我给你拍一个。我站在这儿，坐在这儿。好。
还有一个，
我说你去下吧，你快，来，我走了啊。你上车了吗？不要紧，不要紧张。对，慢点。后悔来了。慢点，不怕不怕。老哥下来了，不怕。啊，你先扶好。你扶好就行。扶好，扶好就先放脚步。对。手扶好就放脚步。嗯。扶好再往上放。你别跟我一块下，别砍了。不能砍呀！干嘛呀？当外星人。他顺利了，他顺利了，下到底了，不要紧了。你要是给他踩坏一块的话，你就能上电视。破坏文物古迹。好，五十吧。那能下来吗？抱不住，一百多斤呢。那这个就更好下了嘛。哎，转着吧，就下吧，就下吧，就行，就行，就行，就下吧。然后在这个经过了300多米不去了吗？咱们跟他啃，那咱跟他啃吧，不啃。咱们去跑了，我们在街上。那这里还不是够不够的？我们过关了。走，不是我们折腾了，下来看了吗？看你，没人从这里来吗？你从这里来，喂，从这里来，我们绕过来。Yeah.
们都是循环的，不是一次性的。可以呀，可以。这是辣椒皮啊，是吧？好一点，多的。哎，这不累，不行。在发机翼的同时呢，用头油把自己信号密度加大，防腐防守的功效自然而然的加大了。第三点，因为它是整个的原型，到了原型。我早三点钟了。Thank you.
中，体现悬空寺独特的美。游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悬空寺 VR 体验中心重磅来袭，在这里您可以身临其境，720度全视觉体验悬空寺的惊险与壮观，还可以与徐霞客、李白对话，更加可以观看景区未开放的区域，让您在舒适的环境中体验悬空寺独特的美。游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悬空寺 VR 体验中心重磅来袭，在这里您可以身临其境，720度全视觉体验悬空寺的惊险壮观，还可以与徐霞客、李白对话，更加可以观看。尊敬的游客，大家正吗？悬空寺是我们县城最早的木雕。